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笑动剧场。大家好，我是龚宁。我是笑动剧场联盟笑动百华的相声演员李伟健。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要继续为朋友们带来春节特别节目《京津大拜年》，和您一起来欣赏京津两地相声名家师徒档或者是师兄弟档的经典作品，感受一下相声的传承与发扬。马季先生是相声界屈指可数的一代相声大师，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从艺数十载，马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挚爱的相声艺术，留下了众多题材新颖、意味深长的经典作品。今天我们要给您带来的呀，就是他带着两位徒弟一起表演的群口相声《一仆二主》。为了庆祝我们相声节的开幕，我们三人给大家表演一段。表演之前呢，我先把他们二位介绍给大家。行。先介绍呢，您得先介绍我啊！不不不不，我呢还是应该先介绍我。不不，因为合肥的观众，咱们没到合肥。不是，你也别争，你也别抢，应该先介绍谁？我有原则。什么原则？你们两个呀，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势利眼。哎，我就这么个优点。还优点呢、啊？你甭管什么点了啊！我问问你们，问你们俩人谁工资挣得多呀？问工资多干嘛？哎，挣得多那官就大呀，对不对？我每月工资啊，450，四百五。哎，人家每月工资450，他不如我，你多少啊？差50，500。那不一样吗？啊，不识数是怎么着？这样吧，你们俩谁级别高啊？我8级，八级啊！哎，啊，人家8级，我俩4级，诚信着的。你们俩人谁在群众当中威望高啊？我跟群众心连心。哦，群众跟我心连心呢。行，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你们俩是啊，这样问你们吧，啊，你们每天早晨起来上班的时候，你们坐什么车？我坐小卧车啊。啊？啊，早晨上班的时候就坐小卧车，甭说上班啊，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哎呦，您是什么领导？汽车司机呀、啊。那你是离不开车，完了吗？他汽车司机，我比他强。你呢？汽车驾驶员。一样。成心是怎么着？先介绍谁不一样？这样行了，我明白了、啊，你们俩都站好了、啊，我一个一个介绍。好，先介绍你。我先介绍我。问你什么答什么 啊？没问题。你姓什么呀？姓赵。姓赵。啊、过去姓什么呀？哎，啊、过去。你不是姓赵。姓赵。啊。叫什么名字？赵岩。赵岩，哎，姓赵还抓把盐，怕搜了吧？是这意思吗？他这名字起得太俗气了。哎呦，你不是什么官儿，赵岩，今年多大了？38岁。38？哎，长得怎么跟83似的？我是这模样吗？反正不怎么样。干这行干几年了？20多年了。20多年干成现在这样，这不舞台实践机会少了？你呀、啊，你净荒废时间了。哎，那可不是啊，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这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不是？哎，明天研究。您说什么？您怎么当了领导啊？您是领导啊？对呀、啊。您瞧我这什么眼睛啊！这么大领导我没看出来。算了，对不起。没关系，我重新给您介绍。来介绍。哎，赵叔叔，你看，赵叔叔，哎，应该你比我大，哪应该的？您那官在这儿呢，对不对？赵叔叔，您贵姓？哎，啊，对，您贵啊？您叫什么名字？我叫赵岩。好，赵岩。
好，这名字起得好，叫严多好啊，叫严，好好好。哎，您今年高寿了？哎，这高寿干嘛啊？没告诉你，38岁。38岁，哎，正当年，太好了，是吗？38岁啊，年富力强，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哎呀，见着领导这词儿立刻就变了、啊哎。您比他强多了啊！我比他强。哎，我怎么了？你怎么了？啊？你姓什么？姓王。您听这姓王。您听这姓干嘛？你叫什么名字？叫王千祥。王千祥，俗气不俗气？王千祥，还不如啊？王，你随便你起个什么名字都好听啊！就是啊，王千祥，这是今年多大了？50了。啊，完了，完了，30当官儿，40撒欢儿，50靠边儿，60冒烟儿，你离冒烟儿不远了，你。您说那不行啊！这不最近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当了我们单位的第一把手。当了第一把手以后，事情确实太多了。不是，您等会儿，你也是领导，啊？你看我这眼睛，这眼睛没长好，这眼睛也没长好，什么眼神？我重新给您介绍，您贵姓？姓王啊。好，您这个姓太好了。好什么呀？我也太不一样。您叫什么名字？王千祥。好，千祥多好啊，又谦虚又慈祥。好，千祥，好。您今年高寿？50了。50啊？好，这个年龄，我不是当您面奉承您啊，您这就叫少年得志。50岁叫少年得志啊？啊，那中年多大岁数？中年就得65了。这谁规定的？不是规定，我们老团长65岁死的啊，那悼词里写着呢，中年65岁。什么不懂？关键的是终了的终，甭管什么终，反正您这个年龄太好了。哎呀，栋梁之才，太好了！请两位领导多帮助我。好，瞧见当官的这词儿立刻都变了，都变味儿了。啊，我问问您，你问我什么？啊，你贵姓啊？谁呀？你呀？我啊？我还贵姓干嘛呀？你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姓什么？我姓什么？您领导决定吧。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姓什么不一样，对不对？要不这样吧，啊、您猜猜，就您这聪明劲儿，您一猜就猜着我姓什么。您猜我姓什么？我一猜就猜着你姓什么？哎，对的，我猜呀、啊。您猜我姓什么？你姓吧？哎，姓什么？姓吧？姓吧？对吗？对。哎，你怎么说那么准呢？我就姓吧。姓吧？姓吧？姓哪个吧呀？就是您说的这吧呀。啊，这个吧怎么写？吧这个写不好写啊。吧。就那什么，您贴过膏药没有？啊，那膏药贴膏药，啪！哎，我就姓这啪。这位是一贴老膏药，以后您叫我小啪就行了。小啪，小啪。哎，我说过来。啊，我听说你可不姓啪。哟，那我姓什么呀？我说你姓温。啪味儿啊！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您说，姓温儿、啊，对不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哦，是姓温儿，姓温儿啊！你姓哪个温儿啊？温儿啊，温儿，温儿就复杂了。温儿，您看见吧，抬轿子的吗？抬轿子啊，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啊、对，那吹喇叭的那个温儿吧，温儿温儿，我就姓这个温儿温儿。吹喇叭那温儿。小温儿，是，姓温儿啊！我说你姓吧，是
是，我是不跟您说我姓魏啊，我姓魏啊。我说你姓温啊啊，对，这个姓温。我说你姓吧，是啊，我姓温啊，我又姓吧又姓温，怎么？啊，我爸爸姓吧，我妈妈那边姓温，俩姓啊，一边姓两年，省得你们两位领导矛盾，对不对？哎哎，怎么着？我先问问你，你还问什么？你是男的呀，还是女的呀？这事还麻烦了，这个男的女的，那就看您领导需要了。哎，啊！这男的女的有看领导需要的吗？啊，您说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说我女的，我就是女的，怕什么呢？是不是？我看呢，您猜猜我是男的女的？我猜你是男的，啊，对不对？太对了啊！你猜你猜，啊，不啊？我说你不是男的，那我是女的。好，啊，好，您这个领导，您这个眼力怎么这么尖锐啊？是女的。哎呦，他愣看出我的本质来了，这个。这么说我错了。哎，不您没错，那就是我错了。不，你也没错。那谁错了？谁错？那就是我错了。你怎么错了？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来着？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又是男的又是女的。怎么刚生出来我是男的，啊，我妈妈拿我当女孩子养活，养了养了，不是你养，后来嘣，我变女的了。乱七八糟。来，我再问问你吧。您还问什么？你是几月生日啊？生日啊，生日。我说你是六月生日啊？不对啊，他是腊月生日。不，六月生日。腊月吗？六月吗？我们俩谁说的对？就是你们俩先等会儿吧。啊，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啊，谁管着谁呀？你们俩人？不是啊，我比他大。我管着他，你他的，哎，问我几月生日，告诉你，几月生日？我几月？腊月生日啊！我可告诉你，我管着他，我比他大，我不是腊月生日啊。几月啊？咱几月生日？六月生日。我六月生日。什么？我比他大，我还是腊月生日。我比他大，我六月生日。我们俩一边大。我又腊月又六月生日，怎么？六月生出来，天气太热，回去待了半年，我又出来了。一位好的老师，最重要的呀，是看他能不能够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单就这一点来说，马先生可谓是一代名师。是的，在他的徒弟当中，最活力四射的得说是姜昆先生，有踏实稳健的赵岩先生，还有呢善于模仿的王千祥先生。是的，就教学风格来说呀，王千祥先生跟马先生啊非常相像，同样也是桃李满天下，同样的也是喜欢扬长避短，发掘每一个人身上的亮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王千祥先生和徒弟英宁的精彩表演。古典的文学名著喜欢读吗？您还真说对了，就喜欢看古典小说。那我要说几部书，您听听看，您喜欢不喜欢？看您说什么？都那天我去书店，售货员就给我推荐，说看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薛仁贵》《樊梨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这书您读过吗？别说，您说这书我都喜欢看。都喜欢看。有这么一部书啊，叫《三国演义》。您喜欢，特别喜欢。喜欢。哦，《三国演义》原文读过？读过，读过不是一遍。是啊。看过几遍了？《三国志》。三国志，陈寿的《三国志》看过。今天在这儿碰见一位研究三国的专家。那个，不能这么说，不能。研究三国的权威。那更不敢当了。研究三国的大师，哟呵，过奖。您别客气。那我想沾各位的光，在这儿问您一个小小的问题，向您讨教。不敢，互相研究。哎，我问问您这么个问题啊？您说，就是《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啊，谁的能耐最大？啊，你说《三国演义》里谁的本领高啊？对了，诸葛亮啊。您想想，这是甭想，谁都知道，谁都这么说。诸葛亮能耐大呀，诸葛亮啊，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明阴阳，懂八卦，
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最后封为五香侯。是吗？嗯，诸葛亮还封为五香肉的，不是这个五香侯是吧？五香侯。哦，我记住了，朱，姓朱，叫葛亮，这人能耐最大。诸葛亮父姓诸葛，哦，明亮字孔明，还有个号叫卧龙。知道的啊，诸葛亮，政治家，对，军事家，文学家，对，他能耐最大，是他能耐最大呀。我想问问您，您说，有这么一个回目，诸葛亮六出祁山。有六回啊，从岐山出去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尤其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对，诸葛亮一看七星灯倒了一个，诸葛亮自己气性也大点儿，一下 game over 了。什么 game over 了？这什么意思？就是他没调出三十条命来，死了。谁懂、诸葛亮嗝于五丈原。这都什么词儿、打不过司马懿。哎，您说诸葛亮能耐最大啊，他为什么打不过司马懿？为什么打不过？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揍回来了。啊，对呀、对，不是他您要说是六出祁山，那就是司马懿能耐大。司马懿能耐大啊？那我不明白了啊，司马懿能耐大，你提诸葛亮干嘛呀？是啊，他你提司马懿必须得提诸葛亮啊，拿诸葛亮这做比较。哦，拿诸葛亮跟司马懿做比较。做比较。对，拿诸葛亮趁着司马懿能耐大，趁着他能耐大。那司马懿有什么能耐啊？司马懿能耐大呀，三分归一统，统一了纷乱的中华，最后成立大晋、司马家天下呀。司马懿、一朝的人王地主。对呀、大晋朝是人家的，没错，所以司马懿能耐大。司马懿能耐大。那我问问您，三国演义有这么一个回目，空城计。有啊，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是夺诸葛亮的西城。诸葛亮害怕了，哎呀，来夺我这西城，我没将可派了，怎么办呢？想起一主意来，找俩老头，拿着笤帚，拿着簸箕，在西城门口啊，门前三包，谁罚款谁吐痰。行，老君扫地。对了、楼上诸葛亮带着自己俩私人秘书，私人秘书啊，城楼上一站，诸葛亮抱着吉他还唱呢，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是不是还没采花呢？诸葛亮带采花的，不是这还没唱到那儿呢。没唱，在这正弹着琴唱琴歌，正唱着呢。司马懿大兵到了，拿望远镜一看，嚯，呵，诸葛亮好消遣呢，是单筒的。哎，再往城里一看，一个人都没有。司马懿想了，这有没有埋伏？干脆这样，把这马带到城前，点着诸葛亮鼻子，诸葛亮，我告诉你，你这西城空城也罢，实城也罢，我司马懿不上你的当。诸葛亮 goodbye， 嚯，带着人马撤了。走到半道，司马懿接着一信息啊，司马将军，这西城确实是空城。司马懿一听确实是空城，来复夺西城，又回来了。再回来走到西城门口一看，哟，走不了了。怎么？门口立马横枪站着一员大将，赵子龙。赵云。司马懿一看赵云在那儿呢，赵将军呐，白大姑又走了。哎，您说的司马懿能耐大啊，他那么大能耐，接着跟赵云拼去呀、还有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儿子，还有千军万马呢，为什么看见赵云一个人扭头就跑啊？这叫能耐大吗？他赵云能耐大呀。赵云能耐大。那你提司马懿干嘛呀？不，这不是趁着吗？又趁着，呀，换两层趁了。对呀、拿司马懿趁着赵云能耐大。对，赵云能耐多大？赵云有什么能耐呀？长坂坡单枪独骑闯进曹营，七进七出。行，赵云是你舅舅，干嘛替他吹？不是，这替他吹什么呀？七进七出，长坂坡最现眼的就是长坂坡了。怎么呢？赵云怀揣阿斗啊，在曹营里七进七出，那为什么到当阳桥的时候让张飞给他断后啊？有能耐接着曹操拼去呀！张飞立马横枪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四弟你走，我盯着小曹。”
有能耐赵云跟曹操干去，拿阿斗拿脚抡曹操，拼呢，不能耐大吗？让张飞断后，这还叫有能耐？那就这就是张飞能耐大了。张飞有什么能耐？张飞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啊，好像兜里拿东西，兜里掏自己东西似的。那我问问您啊，为什么虎牢关的时候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对了，不掏兜吗？吕布能耐大。那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曹操能耐大。华容道见着关羽就跑，关公能耐大。关公有什么能耐？关公能耐大了。有什么能耐？关公啊，关公这个温酒斩华雄啊，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那么大能耐，数连七军，太能耐太大了。关羽能耐大啊，那他为什么听诸葛亮的？那诸葛亮能耐大，打不过司马懿。司马懿能耐大，见着赵云就跑。赵云能耐大，那让张飞给断后。怎么又回来了？你到环岛了？我什么到环岛了？说呀，我谁能耐大？我说什么呀？你要这么问啊，我回答不上来，我不知道。大伙儿，我跟您这么说，没知道的，哪有这么来回的问呢？转着圈的问呢？问谁都糊涂了。这人，您这人说话太武断了。什么叫武断？你只能说你自己不知道啊。在座的各位藏龙卧虎，没准就有知道的。你还甭说台下的观众啊，台上咱俩人，哎。我就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当中谁能耐大。呵，你知道？对了，那好，你说说。啊，给说说。说说呀。哎，等会儿，我问问你，你学相声有老师吗？有啊。当年你跟你老师学相声也这样？老师，这段相声你会啊？说说。你说说说说说说说，你说说你说说你说说。是这样吗？我是那么嬉皮笑脸的吗？你给我鞠个躬怎么不行啊？你说鞠躬不就得了吗？真是的，这种人就费这么大劲。说鞠躬说，你干嘛呢？鞠躬呢？你这不是鞠躬，你这鸡吃米呢，母鸡奔食。就你这样，你可别这么说，让人歌星听见，人家可不干。歌星都这么鞠躬。那是歌星啊，跟你没关系。鞠躬不能这样。哪样？你得有度数。还得有度数？多少度？360度。什么？嗨，那成驴打滚了。不是那个，那成你打滚了。你打滚不够90度，也得75度往上啊。招他干嘛去？赶紧给对付走算了。行，鞠躬说吧。哎，你给谁鞠躬呢？给你鞠躬呢。你看着点我呀。哦，还得看着点。真是的。好，看着点。瞪我干嘛呀？我这瞪着也不行，你不让我看着你吗？不，你得有点笑模样，跟刚买的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猪头有什么表情啊？那还得笑着点。对呀，啊，笑着点。你跑什么呀你？你回来。不是，老师，我这月没打疫苗，您再咬着我。回来，咱俩指不定谁身上有这个呢。不是，您怎么了？您刚才干嘛呢？您让我笑着点吗？您那是笑啊！啊，我以为诈尸呢，这人连乐都不会。哎，那怎么乐？你得似乐似不乐啊，似想乐不得想乐。哦，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你得左眼睛闭，右眼睛睁，左眼睛闭含情脉脉，右眼睛睁吧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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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17个眼泪，乐。够难的，还什么？似乐似不乐，仿佛要乐又乐不出来啊！乐容在笑皮里含，在肉皮里含着，还那什么，俩眼睛什么？左眼睛闭，左眼睛闭，右眼睛睁，左眼睛含情脉脉啊，右眼睛还得吧嗒吧嗒掉17个眼泪，乐，乐，乐！你来张照片我看看怎么样？没有，得了，干脆规规矩矩给我鞠个躬啊！快点，谁先应该给你鞠一躬啊？给您鞠一躬啊！为什么给我鞠躬啊？是跟您打听事儿吗？啊，知道我有能耐吧？知道您有能耐。我有什么能耐呀？你会尿炕。我尿炕干嘛呀？鞠一躬就得了，老老实赶紧说。你问什么来着？问什么来着？三国谁能耐大呀？对，三国谁能耐最大？告诉您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牢牢的记忆在脑海当中。嗯，好比说你们三五知己坐在一起啊，边说边聊，是突然有一位站起来了。哎，我说各位，咱都读三国，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呀？对呀。哎呦，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再看在座的各位，
面面相关，无言以对。嗯，这个时候唯有您王军千祥站起来，汤汤汤汤，把今天我传授给你的理论公之于众。啊，众人一听得暗身大直，罢了罢了，都说相扑演员没学问，相扑不，这个都说相声演员没学问，那是他们，人家王千祥真有学问，真有才华，他会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的能耐最大，告诉你记住了，谁能耐最大？周杰伦。这他排不上。在马季先生的搭档当中啊，赵岩可以说是合作时间最长、最受师父宠爱的一位弟子了。他们二人珠联璧合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的好评，也是大家最认可的搭档之一。赵岩老师呢，他是张弛有度，而且台风特别的稳健，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马季先生淡出舞台的时候起啊，赵岩先生的重心就开始转向了培养和提携青年演员，为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捧哏，把相声的接力棒啊，那是越传越远。大家认识一下吧，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什么叫二想不到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哦，这么个意思。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号营业部的第二号营业员。哎，你就叫我二吧。看你这模样啊，这名字合适。赵岩老师啊，您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没错。哎呦，这个活动是我们公司承办的。您这样的社会名流、孝心大花，能参加我们公司的活动，对我们来说是十分的荣幸。对您来说是万分的不幸。什么？不是，我是说我们这个公司这次活动，无论是规模还是社会影响力，那都是空前的。这么跟您说吧，说您像什么中国旅游总公司、国家旅游局、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解放军歌剧院这些重要部门呐，怎么样？跟我们都没有一点关系。嗨，那你说他干什么呀？我是说这个活动是由我们公司独家承办的。哦，具体说说。那当然了，您看这几年比较热的旅游线路，什么印度啊、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瑞士这些国家呀，我们一概不去。你说的是国内旅游，我们也不做考虑。哎，这儿不去那儿不去，你这叫什么旅游啊？哎，我们就是为了区别社会上所有的旅游公司，这么跟您说得了啊。我们专门去他们不敢去的地方，玩他们不敢玩的景点，住他们不敢住的酒店，吃他们不敢吃的东西。这么一说呀，我也不敢跟您去了。又为什么呀？这样吧，我正式提出退出这次旅游。哟，赵老师，那您损失可大了去了。我能有什么损失？哎呦，首先说您的定金我们是一分不退。哟，然后您还额外支付我们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误工费、独生子女费、父母赡养费、计划生育结扎费。我去，好吧，这比那旅游还贵呢。这人太自私了，早这么说多好啊，就您一人，整个旅游团人都等您，您好意思吗？那当然不合适。现在我开始点名了啊。赵岩到。人齐了出发。哎，合着就我一人啊？ VIP 服务啊，一对一的多好啊。好什么呀？啊，这样吧，由于今天的客人比较多呀，我还带了一个导游旗儿。这是怎么意思？有特色的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导游旗儿啊。还得麻烦您把手举过头顶。我还得举起手来。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干嘛举双手啊？这您跟所有的朋友都区分开了。跟着我走紧一点啊，走。那是怕我走丢了。枪，自己人，咱这投降来了。不是投降，我跟您说啊，接下来咱们要经过一个封锁区。怎么这还有封锁区啊？是这样的，我们为了给您的旅客呀增加一些乐趣，专门给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旅游项目，名字就叫我想找抽。
我看差不多。哎，我说你们就不能安排点有意义的活动吗？当然有啦，接下来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哎，这有意思。像什么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海洋博物馆。最让您意想不到的是什么？我们带领您参加珍宝博物馆。哎呦，这里头得有多少宝贝啊？数不胜数啊。说说。都是历代皇帝跟妃子们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啊。有什么呀？这么跟您说得了啊，有康熙用过的玉玺，哎呦，乾隆画画的毛笔，哼，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撒尿的尿盆。我的，我说这玩意儿能是真的吗？东西绝对货真价实，你要不相信啊，啊，你自己闻闻。脏不脏啊？哎，接下来这个活动更有意思了。说，我们请您参观野生小动物。哎，这活动可以，是不是？哎，就拿您来说吧。如果您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还给您举办了一次公益活动。具体说说。是这样的啊，您只需要花800块钱，就能认领一头小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我不认领。怎么了？800啊，这钱花的冤呐。还怎么会冤呢？你想啊，谁知道是我认领的那小猪啊？嗨，我们有办法呀。什么招？制作一个小牌子，牌子上写上您的大名，您叫赵岩，对不对？我们把写着您名的这个牌子呀，永久的戴在那头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赵岩。我叫赵岩啊。赵岩叫野猪，不像话。哎，这人太难伺候了。好了好了，时间也不早了，下面我郑重宣布，本公司原生态食品宴会现在开始。好了吧？啊，哎呀，折腾的我到现在啊，我还真有点饿。啊，好好好，那咱们开饭了啊。哎，这个每人找一块砖头。找砖头干嘛呀？哎呦，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怎么了？那你不得把那砖头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连椅子都没有啊。没听懂啊？怎么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啊，那行了，我也甭坐着，我就站这桌子边上吃。哎呦，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没桌子啊？那这餐具摆哪儿啊？哟，有餐具还叫原生态呀？没餐具，这饭菜搁哪儿啊？哎呦，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说这么热闹，您到底给我们吃什么呀？我们吃的就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原生态食品。什么呀？西北风。怎么会？不像话呀！这人太难了。说这么热闹啊，就让我们站大街上喝风啊！好好好，你不乐意这样，咱们进行本次旅游的最后一项。什么？集体到沐浴中心洗澡。哎，说清楚啊！啊，合同上可写着呢。怎么了？原生态沐浴。对，而且免费。哎呦，不要钱。哦，洗吧。洗。掉钱眼里了。洗吧。真不要钱？一分不收。哎呀，那我还真得洗一洗，折腾一天呢，真想泡个热水澡。洗得怎么样啊？哎呀，你别说，还真不错。是不是？哎，怎么了？哎，我那衣服呢？衣服啊？啊，回炉了。哎，烧了啊？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正当全国环保第一村，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不是，那我现在你不能让我光着呀。我们给您预备了什么呀？跨栏背心、大裤衩，漂亮极了，才5000块钱。绑票呢你？便宜，哎呀，便宜的也有，你穿吗？什么呀？透明雨衣。不不不，我还是来这贵的。作为现代相声艺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马季先生为新中国的相声作品啊，可以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捧逗俱佳，风格独特，并且呢善于创作。马老这一生啊，写过300多段作品，而且捧红了自己的众多的弟子。最重要的一点啊，是马先生对于相声孜孜不倦的追求，影响着所有的相声演员，他的弟子们也秉承着这一理念。都知道您哦，李增瑞嘛。怎么样啊？好东西。哎，好东西啊，不是好品质。嗯，不是
好材料，好不是好好底料，好帮子不是好好。你好不是东西了你。我怎么有这么说我的吗？我是说您，大家都喜欢您呐。喜欢我？哎，相声表演艺术家。那我可不敢当。幽默大师，你夸奖。滑稽大王，嚯，捧哏巨匠。太夸我，在北京可以称得上是妇孺皆知，嗯，人见人爱，对，老少皆宜，嗯，给钱就卖，哎，给，我还是东西呀？怎么了？还给钱就卖，拿我当货了？不是那意思，啊、我是说今天来都是家里人，李宗瑞老师也站这儿了，干脆咱们演员嘛就得推销自己，啊、今天我在这儿，嗯、我咱们来现场拍卖，您看怎么样？现场拍卖，哎，咱们各位有家里缺人的，谁看李宗瑞老师还合符标准，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怎么样？各位有要的没有？举手。哎，别光说，出个价，多少钱？两毛啊？一块二？不是，三毛。好，这还真狠。你要是这么说话的话，嗯，那你那个零花钱就把我给买了，卖是不是？我这意思，不，你怎么了？你跑这儿贩卖老头来了是怎么的？像话吗？不是那意思，我、啊、演员，我刚才说了，您是演员对不对？啊、对呀、啊。现在什么社会啊？知道吗？啊，市场经济了。对呀、啊。买方社会，买方市场。哎、哦，演员就得推销自己，宣传自己，贩卖自己。那你今天是非把我出卖了不可呀？啊，对，您瞧这模样，整个一个无耻的叛徒似的。什么叛？出卖人了？不是那意思，啊、我就说你还甭说您了，李老师，您别不爱听 啊，还甭说您了，您这么一老头了，怎么着？一条裤子啊，一上衣，一裙子，一块料子，哪不比你好看？没这么比的，怎么了？没这么比的，怎么不能这么比 啊？我跟他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说的呀，他们都是东西。明白吗？您的意思呢？啊？您啊？您不是东西，我根本就不是东西。你挤的老头是怎么着？不是挤的，我像话吗？这我那意思，您跟他们不一样啊，是不一样啊。但是你不管是什么东西，人也好，物件也好，他不得宣传自己吗？叫卖，你得懂吧？哦，得吆喝自己，推销自己，吆喝呀，得卖啊，对呀。哦，您还不说，就咱爷俩穿这衣服啊，怎么了？现在叫唐装，对呀，对不对？嗯，过去不叫唐装，叫什么呀？马褂。马褂就是唐装，那不有一定的区别。有什么区别？马褂这身子短一点，袖子长一点。哦，袖子长。哎，这马褂。哦，礼服。对，你卖这马褂，你还得吆喝呢吗？俩人吆喝，一人一句吗？上下句的。卖马褂怎么吆喝呀？没吆喝过。没有。就咱爷俩给大家模仿模仿。怎么模仿啊？就是一人一句啊。卖这马褂，我一句你一句。对对对。你来一句，我来一句。啊，行吗？我跟着你来吧。跟着我来啊。咱试试。哎，咱们试试啊。好，来啊。嗯。大了马的官儿哎，二了马的官儿哎，三了马的官儿哎，四了马的官儿哎，五了马，咱别唱了。怎么了？你们老两口没事儿，这大秋天的就在家生产马褂啊？啊，小作坊它高产，你管着管不着？没听说过马褂排队呀、啊？那你的意思？我有上句，您得有下句。那干脆这样，啊，我来这上句，你来下句，行不行？可以呀、啊，啊，但是有一个要求 啊。什么要求？这里有撒谎、圆谎、找贱、找钱，这都有，知道吗？是啊，来了吗？我得随机应变。对对对，哎，行行，撒谎圆谎、啊，开始啊，现在开始、嗯、来。大里马的官儿啊，套在了外边啊。你这不废话吗？马褂可不套外边吗？那穿里头呢？那是衬衫呢。你给他唱出来呀、啊。我撒谎圆谎没听清楚啊！我得唱，啊、那是汗衫呢。哎，啊，行，我保证错不了了。来啊，再来啊，嗯，来，好。大里马里官儿啊，套在了外边儿啊，
他在里边儿啊，那是汗衫儿啊，对吧？堆来个堆儿哎，大面堆儿哎，他怎么那么厚啊？新娘续的呀，后娘当的呀，卖多少钱呢？五六毛啊。那是一块一呀、啊，哎，我给你两块二啊，我找你一块一呀、啊，我给你三块八呀、啊，我找你两块七呀、啊，我给你176.49啊，找钱，我给你一块一呀、啊，剩下全给你呀、啊，拿走吧，拿走吧。话吗？有这么吆喝的吗？啊，账头够清楚的。废话，当了80多年的会计了，这算什么这？接着来啊，接着来。还有呢啊，嗯、买裤子啊，两条腿儿啊，嗯，一了条的腿儿啊，那是口袋呀、啊，口袋一条腿儿、哎，够快的啊。哎，两了条的腿儿啊，那是一个人穿呢、啊。三了条的腿儿啊。那是没法穿呢、啊、四了条的腿儿啊，两个人穿呢、啊、五了条的腿儿啊，那是手套啊，手套啊，手套五条腿儿，反应真快啊、哎、没完呢，行，六了条的腿儿啊，那是三条裤子啊，七了条的腿儿啊，这是四个人穿的，哎，等会儿，听清楚了啊！七了条的腿儿啊，四个人穿呢，七条腿儿，怎么四个人穿？说，这有个瘸子，瘸子，少条腿儿啊，去，接着来，八了条的腿儿啊，我看你怎么唱。八了条的腿儿啊、那是螃蟹呀、啊，螃蟹都出来了，八条腿的螃蟹，26条腿儿啊、那是摸斗鱼呀、啊，128条腿儿啊，那是蹲布条啊，去。这鼓掌的家里都有128条腿的裤子呀，是吧？你们家有128条腿裤子？那没有你唱它干什么呀？啊，我不抻练抻练你吗？抻练我？你给抻练到了吗？老头还真不错啊！不错什么？有点意思，全让你给挤得出来的，挤得到这儿了吗？是不是？这是老年间的叫卖。哎，对，新式叫卖知道什么样吗？我不知道。哎，你介绍介绍。与时俱进了。与时俱进。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好啊啊，个体商户也是非常的好啊。多呀！前两天怎么样？秀水市场我去开了眼了。怎么开眼了？两小伙子卖牛仔裤，嗯，照样有叫卖。哦，也是那个两条腿儿啊。打住吧，不是您这条腿儿的是吗？我不是这样吗？您这都什么呀？啊，刚才说了与时俱进，用现在通俗歌曲，什么推销牛仔裤？您等会儿，嗯，用通俗歌曲卖裤子？对呀、啊，新鲜呢。他用哪首歌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哪首啊？男女生二重唱。哦，叫那个《潜伏的爱》。哦。这首歌啊，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干啊？歌名啊，嗯，潜伏的爱呀、啊，潜伏的爱，哎，还有公开的爱，像话？知道再说，不是，我这歌名懂吗？不对，这不是啊，这歌名应该是啊，啊啊，潜伏。结了婚的人他就是经验多啊，你这里还有家庭纠纷呢是吗？知道再说，不知道别瞎说。我这也不对啊，那不叫前夫的爱，叫什么呀？千夫的爱，一千个丈夫。哇，他爱得过来吗？对对对对对对啊！把这上岁的人胆子真大啊！那应该叫纤夫的爱，就是这首歌曲，就用这歌卖裤子。同样是你一句我一句，行，那你来，咱俩再来一遍。行，你一句我一句啊。好，嗯，来啊，行，嗯，看这条牛仔裤，看这条牛仔裤，对吧？没听明白，明白了，再来一遍啊。
看这条牛在哭，看这条牛在哭，去看去吧，好多人都穿着呢。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废话，我让你跟我学舌呀。那你的意思是上下句儿啊，俩人吆喝，我有上句儿，您得有下句儿啊。哦，你唱上句儿，我唱下句儿。对呀。行，保证错不了了。哎，不许再错了啊。再来一遍啊。看这条牛在哭，看这条牛在哭啊，下句儿吧。嘿嘿，下句儿多好啊！诚心是吧？哎、不是，你上句我下句这没错啊，光换个调啊。你的意思是把这词儿得唱出，咱们得夸这牛仔裤才好卖出去呀、啊哦。我得夸这个。对呀、啊。啊，行行，那再来啊，再来。看这条牛仔裤，纯粹是大粗布的，多好。这词儿到他嘴里都这么难咽，什么叫难咽？什么叫大粗布啊？回归自然呢？哎呦，没听说过，纯粹的绿色的啊！得，您呐，绿色产品说的好一点啊，这些外国进口的美一点，你别大粗布谁买呀？啊，那再来，再来啊，再来！看那条牛仔裤，纯粹是大洋布的，大洋布啊！行行行，真正是外国的货，生产在平谷啊！快去！咱俩是一头了吗？是一头了呀！我这刚唱，大伙儿都听见了。真正是外国的货，啊，生产在平谷。对呀、啊，你给划出去的。平谷有经济开发区，人家外国人在这独资生产这种布。别对付，怎么别对付，远着点儿。外国嘛，远着点，远着点啊！真正是外国的货，生产在内蒙。哪个货也不行。外国呀，那再来，嗯，再来，什么地理知识啊？这是，真正是外国的货，生产在加里曼都啊，外国吧？这费劲，尼泊尔进口啊，好，接下来该讨价还价了，讨价还价，关键时候啊，行，要我卖多少钱？嗯，您给1.5毛吧，去，便宜，便宜。抢！哎呦，薄利多销啊！销得了吗？怎么了？咱爷俩10块钱一条进的，卖1.5毛，你脑子进水了？哦，这就赔了。涨价啊！哦，涨价行，咱得赚钱啊！再来，要问卖多少钱？您给15000吧。我赚钱，你穷疯了你！赚大钱呢！你问谁花15000买牛仔裤？那卖一条是一条啊，是不是？随行就是啊，这又太高了。对呀、啊，再来，要问卖多少钱啊？您给200啊？不，您给150吧，150。哎呦，这费用要真这样，我不跟你合作。太，啊、接下来夸牛仔裤啊。啊，行。老太太穿上它啊，脸上红扑扑啊。李宗瑞老师都不说人话了。什么叫不是人话、啊？什么叫红扑扑啊？健康色红扑扑，怎么了？不对吗？就为改这折，脸上红扑扑嘛。啊，那行，再来啊！老太太穿上它啊，脸上红扑扑啊！老大爷穿上它啊，捞一个好金箍啊！啊，小伙子穿上它啊，找一个好媳妇啊！啊，大姑娘穿上它啊，能找个好丈夫啊！啊，大家伙穿上它，说您接手准舒服。